当初在跟永达思考这个作品的时候，主要就是因为3年前这个台湾百年纪念，然后加上日本海啸，然后核能发电厂的事件，所以我们只是想借由这个作品来探讨人类面对科技的一种态度吧。然后再来就是说，对于科技，我们还能有更多的想象空间吗？光跟人类的一个发展，它其实是非常关系，就是非常紧密的。它其实一再的扩展，就是我们周围的一个可以想象或是可以去延续的一个空间，在黑夜里面更是如此。所以在发想这个概念的时候，其实黑暗当中的光，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通常、舞台照明というものでは LED を使ったとしても、この LED 自体が動くことはなく、固定の場所から明かりを作るんですけれども、この作品では LED が、それぞれモーターを持っていて上下します。これは、一つ一つの LED を自在に動かすことで、どんな形でも作ることができて、照明デザインというだけではなく、空間であったりとか、そのインスタレーションそのものをデザインすることができる特別な機会だと思います。我在 WAVE 里面主要负责就是这组机械的运动的设计，它可能单纯就只是这些灯上下运动的速度，然后跟它的节奏这些，但是它的演变里面的 pattern 啊，里面的图形啊什么，可以去紫色非常非常多的东西，然后它可以去紫色一个单纯的机械运动，紫色一定的造型，或者像海浪一样的变化。某程度上，我觉得自己好像要去编那一个机械的舞蹈，这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挑战。在空间发展，我们想的其实不单只是就装置本体去发声，原因更重要其实是去利用声音去打开这个空间，开拓我们视觉所无法的想象或是体验。这次一个很重大的突破是在改善装置的拆装台速度，在马达跟这个灯光的变化可以更细腻之后，我们可以赋予这个装置更多的情绪跟生命，然后让它跟表演者有更多的互动的可能性。我觉得装置跟舞蹈基本上是一个平行的态度，我们都在探讨进化，在探讨城市，在探讨文明的建构的过程。所以主要是让观众看到一个独自的身体，然后面对一种巨大庞大的科技装置，这样一种视觉上的对比呈现的一种冲击或想象是什么。 In this piece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fact that the visual system creates evolving landscapes from something very mechanic and epileptic even to something very organic and smooth, so I found it very interesting, and also the way the dancerinteract with this visual machine. CT machine 那个部分，我觉得那个地方是我最喜欢的部分，因为它用到81个灯，可是它的组合是无限的。我觉得对于这个机械或者是动态雕塑有兴趣的人，我觉得一定要来看一次，就是这个表演。就觉得很惊艳，因为整个呈现就是一个很漂亮的整体，很喜欢这个作品。